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这是一局微信区的钻石排位，用的是那个让人害怕到想揍他的小鲁班。微信区的战绩还不错，有70%的胜率呢。开局老规矩，中路来一发，管他打不打低道人，仪式感是不能少的。和小鲁班对线的是虞姬、小鲁班还有项羽帮忙。虞姬怎么说也有看在项羽的面子上，让小鲁班一些的。项羽真是一个冲动的人，开局不到一分钟就要和虞姬贴身打招呼，那小鲁班只能无聊的打他完了。还没多久项羽就完大了，被对方李元芳给送回家了。看来游戏中是不能打情骂俏的。小鲁班的第一个人头拿的还是真不容易，首先是诸葛亮击败了我方妲己，本想快速击杀诸葛亮的，无奈诸葛亮有位移技能，跑得很快，但再怎么快，看到残血的诸葛亮就不想放过。最后当诸葛亮在中路一塔位置的时候，一发导弹成功的拿下了第一个人头。小鲁班第二个人头就跟白捡来的，看到中路团战就和项羽去支援，刚到中路，残血的药就出现在眼前，那自然是一枪就送他回家了。接着没多久，第三个送人头的人也出现了，他就是廉颇。本来是想打虞姬的，没想到廉颇自己撞枪口上了，这人头拿的真是毫无成就感。第四个人头是发生在下路，本想打药的，结果诸葛亮又来了，再和妲己一起击败诸葛亮后，对方有三人包抄了鲁班，小鲁班没法跑了，只能火拼到底，最后收割了李元芳的同时，被对方李元芳终结了。别看对方有两个射手，他们的实力不如小鲁班的，小鲁班后面在和队友的配合下又轻松的拿下了许多人头，只能说微信的钻石局玩鲁班赢起来太轻松了。小伙伴觉得伟哥的小鲁班玩得如何？微信区用小鲁班的话能打到什么段位呢？